咁多位小笨蛋，你哋好，我系小笨，新年快乐咁多位。2016年就咁样过去咗啦，呢一年咧基本上咧我系少出咗好多影片噶，不过我有多到直播噶，因为电脑 upgrade 咗啦。但系真系因为时间真系好唔够啊，好忙啊，年头就因为 DSE 啦，年尾就因为翻工啦，唉。不过都好多谢咁多位喺我咁忙、咁少出影片嘅情况之下，都依然支持我啦，去睇我的影片啦，去赞我啦，去留言啦，冇因为我少出咗影片就离我而去啦。因为其实自己对自己的要求越嚟越高啦，所以其实出影片即系唔够时间一嚟啦，二嚟就因为真系要求高咗，所以制作时间都耐咗啦。希望大家可以见到我嘅进步啦，咁都有人同我讲过。见证住我成长呢类嘅说话啦，原来我呢条影片真系会 hea 少少啦，冇乜点样剪嘢啦，因为而家已经系31号嘅9点啦，咁咧我咧其实一阵仲要走出去阿奕同嘉诚佢哋 studio 同佢哋玩啦，开 party 啦，咁所以先至会有时间化好嘅靓靓妆，拍条影片同大家倾偈咁样啦。嚟紧有啲咩想我拍嘅话咧，记住喺下面留言同我讲，同埋我都拍咗好多好多片，然之后系未剪噶啦。所以系咯，有时间嘅话，我尽快清咗条数去。大家记住要订阅我，同埋叫你啲朋友订阅我，冇错啦。咁我就会越嚟越有动力去剪多啲嘅片啦。好啦，新年快乐咁多位，再见啦！呢条片就咁完啦，拜拜。